我试了。签证已经给你做好了，这里边有明天飞北京的机票。妈妈明天早上8点送你去机场。我回去看看我爸爸，等我爸爸身体恢复了，我就回来照顾你。小美，你不用挂念妈妈，妈妈没问题。对不起，我必须得回到我爸爸身边。小北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的肾没有问题，那是叶伟东编的瞎话，你放心去照顾你爸爸吧。妈妈就是太想和你在一起了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爸爸得了那么严重的病。他在让你跟我走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，但是他还是让你跟我走了。妈妈这辈子亏欠最多的就是你爸爸。你不会不原谅妈妈吧？你不会再也不回来了吗？大舅哥，你可不能死呀！你们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他爱人。大夫，手术呢还算成功，肿瘤没有完全扩散，只要能够安然的度过今晚，明天醒来呢，就算是度过危险期了。
我做什么？俺大舅哥是好人，不会有事吗？你熬夜没啊？你做啥去？叫我给活了，我也给他滚鸡汤去。一起，我去买鸡。走走走。 时间也就有十几个小时，这都2天2宿了，这怎么还没醒啊？凤霞，我去找大夫去。啊，大夫。 我正想找你们呢。哦，我想问问，童林他现在……嗯，我仍然认为手术本身是成功的，肿瘤细胞已全部切除，就目前来看呢，也没有扩散的迹象。啊，但是病人现在的生命体征平稳，各项指标也都正常，他现在应该是处于昏迷状态。嗯。 对呀，那他这种昏迷状态还得持续多久？这种状况很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，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大夫，你是说他醒不过来了？谢谢。 看看我呀！
干净了。咱们再擦擦手啊，哎，擦擦手。哎，好，来，再擦擦手背。好了。闻闻，香不香啊？香吧。哎，帮你活动活动胳膊啊。哎，呵，你这胳膊还越来越有劲儿了。哎，小美啊，别洗了，别洗了。这个我放到洗衣机里头一起洗，不用不用啊，田妈妈，就这几件，不值得用一回洗衣机。小美啊，以后这些活就交给田妈妈啊，你多去医院陪陪你爸爸，陪他说说话，他听见你的声音，兴许能早点醒过来啊。我知道，田妈妈。我洗完就去陪他。那田妈妈去忙去了。
爱自己该爱的人，也被他们所爱。当你忍不住思念爸爸的时候，就为爸爸哼一首歌，爸爸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你的声音。就睡着了，没事儿，您真得好好休息休息了。嗯，田妈妈给您做了打卤面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阿姨。啊，今天让我陪我爸一晚上吧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真不用，我真没事儿，不累。我呀，就是刚才这听着听着广播呀，就给眯着了。阿姨。您就让我陪他一晚上吧，因为接下来我可能有很长时间过不来了。要去哪儿啊？你妈妈病重了，你要回美国？不是，她挺好的。啊，那你要干什么去啊？我报名参加了青歌赛。而且通过初选了啊！我接下来要去北京参加比赛。哎呀，小美真是太好了！哎，你爸要是知道这事儿啊，还得高兴坏了呀！爸，我要去参加比赛了。爸，您不是一直想让我站在真正的舞台上吗？小美。你爸会在这儿给你加油，嗯。哎，这姑娘嗓子真好。这算什么？看三号。小美啊。妈。可能是咱爷人吧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我妹子。那可是烟的骄傲，我告诉你，绝对的。你告诉我点了吗？哎呀，你别挡着我呀，你！你给我，你给我搬个椅子过来。快快快！你听着，好好看啊，马上到。什么时候到小美的？是三号吧？光明说是三号。哎，对了，老田，我听说咱们这儿好像要拆迁了。啊，是，政府啊要咱给咱们呢分经济适用住房。啊？我还愿在这个小院住。等着再过几年，我可以养养花啊，种种菜，挺好的。这好日子不会过去的啊！那楼里头啊，什么都有。真的？嗯。
没想到我还能住上楼房。就是不知道佟林能不能享到这个福啊。下面是三号歌手佟美，她选择的参赛曲目是《酒干倘卖无》，有请佟美。生下来被抛弃的那一刻开始的，直到他的出现，我的命运就被彻底的改变了。而他的人生也从那时候起彻底转变。从他带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哭了，就陪在我身边，一直哄着我，直到我笑。等我笑了，他就默默地转身，然后依然忙碌着，好像要为我准备下一个幸福。我多希望自己能早一些长大，可以变成像他那样强壮，可以早一些负担分担，这样我就可以替他遮一点风，挡一点雨，我爸爸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可是这一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看着我爸爸躺在病床上变瘦了，变老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父女的情分不应该就到这儿，所以爸爸你醒来吧。我觉得你在跟女儿一样，在跟女儿说说话，哪怕是一句斥责，一声埋怨也好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
我得肯定个第一名啊！你数一下，赵琳，赵琳，郑少年，你死。赵琳，赵琳。觉得耳熟吧？对，这就是小美唱的。小美回来了，她呀还参加了青歌赛，拿了冠军。童林，你不是一直特别想亲眼看见他站到真正的舞台上吗？他站上去了，闪闪发亮的站在上边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可火了，有好多好多人喜欢他唱的歌。童林，你赶紧醒过来吧，辛苦夸夸小美，她特别想听见你夸她。啊，阿姨，哎，怎么样，都去过了吗？嗯，全都还清了。你爸在听你的歌呢。家欠的所有的债全还清了。爸，我跟您说啊，这次我没有用我父母的钱，也没有用石俊迈的钱，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还清的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您说话算话，信守承诺。现在他们也这么说您女儿了，他们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女，还说我是您教出来的好孩子。爸，您听到之后觉得高兴吗？爸，您听见了吗？爸，您就不想醒来看看我吗？大舅哥，小妹把咱家的债全还清了，现在生活美得很，你就舍得不醒来？
但是童先生已经昏迷3个月了，根据他现在的各项检查指标，按照我们的经验，他醒来的几率微乎其微。就算是奇迹发生，你们也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我的建议是对病人进行常规护理，不要过度治疗，这样至少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放弃治疗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给你们一些实际性的建议，至于后续的治疗方案依然取决于你们的想法，你们回去考虑一下答复我。谢谢医生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他是医生啊，他凭什么这么说话？他凭什么让我们放弃治疗啊？他凭什么这么武断呀？阿姨，我知道您不愿意放弃，我也一样。但是，我们其实可以想想胡大夫说的话。我觉得，他作为一个医生，能提出这样的建议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他确实是在为咱们好，为我爸好。小美，那 你也同意大夫的建议，我们放弃治疗啊？我刚才听他说的时候，我就想了想，你看我们这些日子一直想的是怎么让我爸醒过来，每天就想尽无数种办法去治疗他，但是我爸呢？他受了多少痛苦？我们不妨就放弃让他醒过来的奢望，就平静地接受他是一个植物人的事实。植物人又怎样？只要我爸还有呼吸，只要他还躺在那儿，他就是我爸爸，我们就都没有失去他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不应该再折磨你爸爸了，我们应该感到知足。阿姨，那从明天起，我们就撤掉除护理以外所有的治疗手段，就让我爸爸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，我们就这样互相陪伴着彼此，挺好的，也就够了。说你这几个月不吃不喝，人是瘦了，指甲倒没耽误长，都这么长了，被班主任抓到呀，是要找家长的。我跟您说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啊，前两天，我副代号的去相亲了，对方呢是一个比他大2岁的女孩，还挺可爱的。人家呢在一餐厅当领班，对耗子吧挺满意的，觉得耗子老实然后憨憨的，答应说处处看。姑父特高兴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耗子不答应。然后姑父就问说，你觉得人姑娘哪不满意啊？耗子就说，他长得太厚啊，他肯定不爱吃饭，我就喜欢胖胖的，这样我都可以给他过换壳。阿姨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啊？
我跟我爸说耗子相亲那事儿呢，啊，多逗啊，耗子！你说他怎么想的呀？爸，不许动啊！说您这个，我跟您说啊，指甲长长了要滋生细菌的，真是对您健康不好。还动还动，真不乖。看你啊，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似的。我爸老动。你爸手。哎呀，真的在动，童林。林爸，我爸醒了，童林，妈你可醒了，童林你醒了，我好想你啊，爸，童林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爸，爸你看看我这个，爸你可醒过来了。哎，刘云灿，好吃再来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哎，您的两瓶啤酒，哎，慢用啊，久等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哭去，哭去，哭去！拿酱就走。你哭去，你听见没？你哭去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让你拿个麻将，怎么拿那么长时间啊？让我拿，客人还等着呢。你这是独家秘方，这玩意儿保命，你知道个屁！你我拿啊，浩子，我拿行了吧？谁稀罕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记得住吗？那不嘿，我好好糊了，糊了，糊了！真是什么人呢？看啊，看啊，看啊！啊，来，再给你点啊！哎，大娘咋不在呢？大娘有事出去了啊。六块吧，六块吧，这么少啊？呀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收购站全降价了。我收一车东西，少挣几十块钱呢，给你七块，不用找了。好了，行了，以后有啥东西全给我。接着，接着，接着。走了，慢点。快递来了，两个大箱子，给你搁这儿还是？小心啊，小心别摔跟头啊！这个鱼又给寄这么多东西来啊？嗯，两个大箱子。啊，那个师傅，哎，你帮我搬到那边去。Thank you.